玉豪就讲伊个高丽菜灾呢是发生什么代志哈？应该是讲面顶有安尼一点一点的，这不是，不是，这青江菜吧？藤椒菜嘿，对我都不讲，哎，对，这是藤椒菜嘿。打开以后，这个这种哈、哦、应该是这个围攻，是不是？这个白粉，但是它是灰灰的哈、哦，所以这应该还是陆菌病哈、哦，这物件。啊，我个人的这个判断，哦，应该是原来是这个落菌哈、哦。那么有时啊，这种湿气较重哈、哦，还是讲雨水侪落菌哈、哦，那么咧转较袂倒哈。那么这个很正常哈、哦，有时候真的是很去这个真歹去转，然后这防治袂好势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就要伫这个浪火旁啊，旋转哈。那么一定爱啊，来提早来做这方面的这个，尤其咱十二回歌来对来讲哈、哦。那么稍微有点凉凉的，伊就真容易哈、哦。这个西北时阵，有你还有一个啊，这种灰白这种的这个菌丝，这个还是陆军病。这因为伊个血压大了较紧，伊较袂像有迄一格这款的这个，所以那是有这个漏水啊，伊、哦、就真容易伫这个横林内底呢，较容易起来啊。哦那么这种呢，一定你稍来改这个注意点哈。那么这啊白菜、芋仔菜这种呢，拢会晒。那么咱咧抓这个落菌药的时阵哈，这作者哈，大概咱很喜欢嘛哈。啊，咱用的就是讲这个史托比类一个这个药啊哈，上面是史托比类一个这个药啊，就是迄个什么敏啊，迄种的这哈，三佛敏、百克敏、亚托敏、特殊锌哈，这种呢，这拢是属这个。啊，这种吼，因为伊真好用，然后半生老好落菌吼，所以咱真习惯去用这个物件吼。啊，尤其这个亚波敏呢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个药啊吼，特殊锌吼，特殊锌迄阵有个加药，无亚波敏才切吼，亚波敏尤其阮咧种瓜啊吼，不啊开始种植的时阵吼，上配合的这个农药。所以真侪人讲啊，不啊，你要去叫人用阿托敏啊？唔是啦，我都足佩服伊，我都感觉我开始咧种植的时阵，你接触着这支药啊的时阵呢，啊，才开始有一点啊钱通赚哦，较早袂晓赚，所以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，就是讲啊，因为足贵的，所以我咧用一滴迄个浓度，因为这种较容易要害啦吼，因为这种本来就有一点点啊，这个会有这一种也抑制生长的这个，但是滴这个药吼。那么碳酸来对来讲哈，虽然理论上应该是会当抑制这个炭疽病，但是起码目前可能已经因为太用太久啊，你知影嘛？这都也这药啊，哈，特殊锌哦，亚波敏、三佛敏、凡沙酮更加炸哈。那么这物件出啊，起码百克敏还有一点点，这个对炭疽病够一点好个啊，其他就效果就不，尤其像这种哦。那么在南部这些家里根本这个三佛敏、特殊锌这种哈、哦，那么这个药呢，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好个，连亚托敏嘛，拢转碳酸拢不啥好，但是对这落菌药个也塞哈，陆菌病还是可以哈、哦。那么这种呢会有这个啦，那我就看呢这个药，所以唔会讲安尼，我甚至爱加碳酸的这个药啊，这一般倒是还好啦，目前个没有必要，就是讲。伊也无虾米碳酸的一个肝疽病的一个现象嘛吼，所以嗯还是看起来还是这种落菌的一个镜头，所以呢你这小知影者吼，那么这个小做者这处理啊，但是这个药啊咧转吼，因为调病吼，就是伊较无遐健康啦吼，所以较无遐健康，所以咱来这个药啊光合作用效果较歹，所以。这个会当加药来抓，这真侪好朋友呢，就是讲我还是建议啦吼，比如讲一半刀啊吼，伊即马这个药呢，啊，伊也无介严重，你算还没有很特别严重嘛，但是伊个药啊吼，爱互伊爱回转，你若回袂转，还后盖菜做起来就足歹，伊就一角就足歹看，所以虽然药啊有抓，啊，这个病有控制掉咧，但是。这个药啊，吼变作歹，品质就变作差嘛，吼。所以你个加这个泰勒斯来抓伯伯啊，得啊，1000倍，吼，1500倍。啊，因为有的讲我好，我袂歹，大概用，啊，大概用有可能得用太多了嘛。你若要用较济，你得1500倍、1000倍，啊，当蓝指数啦，效果不错啦。这物件呢，也当就是讲，它不是治病吼，也会较健康。啊，咱即马先甲病控制掉咧，你即马。
这个东西抓下来，它的组织的这个修复，那么这个组织有法度，就是讲，那个外观较袂遐歹，啊，人工咧做菜较好做，啊，无你迄叶啊，若爱剪掉的时阵哦，迄阵的足惨的哦，的足歹，这菜的变足歹做，所以，这个呢应该是陆俊病哦，陆困啊。那么这个咧用的时阵，那么陆困的这个叶啊，那么伫这个小叶菜类，这种呢是十字花科的这个小叶菜类。那咱落菌会当用的药啊真济吼，所以唔是干那百克敏啦吼，就是讲迄久久啊用一哦，这个东西现在还是蛮贵的嘛，有较俗啊，有较俗啊，啊连伊要无效啊，安怎讲连伊要无效？原因就是讲迄个米兔会出来吼，就是讲伊可能维工唔是正手，跟这个药呢专利期应该是快过了吼，应该是贵啊，所以呢应该真紧吼，这样物件呢就会。啊，但是伊有诶去改染虾米物件吼，就是去染其他诶一个药啊嘛，就是讲因为你这个也是干那单一支啊，所以因会去配其他诶一个药啊吼。那么配其他药啊，有当时啊也有一个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。所以有可能虾米达美克敏吼，这达美芬加这百克敏吼。然后虾米克敏啊，这种呢，大概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那么这个得有这个好个嘛，好，所以大概是安尼。那目前呢，就是讲除了这个啊百克敏以外吼，这些物件，你别讲啊，我这边抓亚托敏，然后这边抓这个百克敏哦，这个卖个连的抓，这种都只讲呢，这个特殊新三佛敏哈，亚托敏、百克敏哦，这种呢，伊通常叫做史托比类啊、哦。那么这种的这个药啊，吼，这卖连咧转，因为连咧转也产生这个抗药性。啊，抗药性就是讲你到尾啊，你的连转药拢无啥好啊。但是，所以久久啊，比如讲你这边转啊，先转百克敏，啊，后一边你就卖个转这个百克敏啊。比如讲你转这个视力本情啊。哦这个加美达乐这种，还是视力本情加曼普安吼，还有当调和的药啊，对吧？这两支你经一支小甲轮一下，哦，啊后一边呢，啊，比如讲你这个，后一边你得甲轮一下啥物，因为过来较无遐严重，你甲轮一下，这达美芬得要采收啊嘛，那么你得甲做这达美芬，啊达美芬六当吼，这个还是讲同药美达乐三当买变，啊你大概你安尼，伊甲安排你就免烦恼采收的这个问题。哦，啊，这阿伟人的建议讲，啊，火比巴克甲转啦，吼，啊，这是留咧轮啦，吼，因为你转百克明，佮转火比巴克，哎，菜够也好价，菜然后好价，安尼转袂要紧，啊，无安尼实在是啊，有较相中吼，啊，因为安尼咧轮吼，伊的效果较会好啦，哦，就是讲伊的一个，因为伊是一个用药管理的这个方式嘛，就是讲咱该管理要好势吼、哦，那么咱的主人呢的。也控药性袂三星，哦，啊，这尤其像这抓亚托敏，亚托敏，哪抓哪麻，哦，有时啊，就较无有迄个效果。那么一般刀啊，不来都只讲着吼，比如讲也用这个铜哈，铜药美达乐吼，买手也袂用迄个铜药美达乐，因为伊个安全采收期足短，就只有三天，所以你抓连一半，连一收，迄不要紧啊，足安全的啊，你都无迄个农药残留诶，即个问题安尼哦。啊，淋一点啊冬剂，有时啊落菌、落水冻诶时阵哦，加一点啊冬剂咧，转效果会较好吼。所以咱有诶好朋友，伊拢会去甲淋咱诶海藻糖诶，即个原因就是安尼。好，尤其热人，对啊，即卖呢寒人，你着用一般诶糖较俗。话讲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海藻糖未歹用，对啦，未歹用是无毋对啊，但是伫即个热人有迄个足好诶、足明显诶即种。迄、那个优势的迄个所在嘛，对不？啊，你即马无遐尼热，无遐尼高温啊，对不？即马较凉啊，你伊迄海藻糖的优势的，它无遐明显。会讲啊，恁咧卖物件，开餐厅去惊人大只，那唔惊你大只，惊你身体袂健康，尔，那惊你大只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所以咱安尼咧用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效果有啊，过来上吊，就是讲咱安尼甲管理起来，咱的一个作物呢，真好势。哦，啊，都唔免开啊，这钱对吧？哦，这该开啊，不啊，绝对袂叫你省。吼、哦，这物件是安尼，咱该去面对的，咱来去面对啊。就是讲，迄个药啊，你啊要管理吼、
那么目前是安尼，啊，有个人会甲你建议讲吼，这可能较袂好势吼，这是不是什么？你会当染一支这个药啦吼，一种保利霉素，这物件真济会去染这物件，啊，为什么去染？就惊这个伊个表面破坏嘛，表面有这落菌小花掉掉，足惊伊那是个染掉后伊安怎，伊会加细菌性的这个药。这种软腐病，所以伊会个染一支抗生素。啊，咱要染，咱染同济个目的，用同药咪达到个目的，就是要让迄、那个这个细菌性软腐病卖起来，细菌性的这个还卖起来。啊，有个人会染，就是啥物霉素嘛，维力霉素啦、链霉素啦、多宝链霉素啦，这种呢，这个小这个，啊，这有时啊较惊是安尼啦。啊，那温度较无遐悬，这个问题就较少。细菌性的这个问题较袂严，啊，目前是看啊，无看伊严起来，但是还预防哪些细菌性的严起来，袂，啊，很多朋友你还少了解一下呢，好不好？